铁人号到了，常爷。嗯。按您的吩咐，一切都安排周全了，常爷，您可以放心回了。同盟会的人还是小心为妙，就在这儿等消息。 Doing here? 我们要抓人。慢着，黄先生，我是上海洪门常爷派我来保护你的。站住！队长，站住！哎，站住！常爷，侬来了！常爷，这么辰光不来了？常爷，侬请。想我不？宋大人，放人吧。在这上海滩上，常爷有常爷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 生意哪能啊？搿年头，侪拉讲共话，一品楼搿生意啊，越来越难做了。哎呦，杨磊！我心娘！一头奶五了，一条龙。这爆发了！怎么办？ 上气啊！啊，晚上老是下得着呢。哎呀，呀，撑死他了！老子就是喜欢放响屁、穿大鞋、骑手。怎样？来，拖把，拖把。俺那隔壁那个张大，那一个小姑娘长得老漂亮。哎，坐吧，坐吧。我里想吃老虎要农民哦。王老板，那有好不啦？哦，表弟，气死人才！ 把人家骗了，毛老老个富了。哎，牛蛋，胡作配，我看明啦。哪弄得这个样子了？哎，牛蛋，等等。哎，这是新来的吧？一看就是个蠢驴。伊倒是，但是伊生了双肚子，不接客啊。付700，800，900块。 1000块，1300，1400，1500块，哦，1600。这个厨是我的。上呀，这个双手背出洋相来，扣上了一个大脚骨头，还掼出一根大网。哎，这只狗狗吃了我2根筋头。 醒了呗，醒了呗！哎呀，哎呀呀，还带了把剪子！你想把老子给弄成太监呢？你个小娘逼！老子是花了一条大网鱼，1根筋条，你晓得吧？ 竟敢不让老子碰！不老了，兄弟们，兄弟们！孙大姐，侬不要发火，伊是新来的，伊不懂规矩，侬不要发火。目标那个女人绑我！你一边给我待着！大人，大人，不要生气，不要生气啊！这个土家务的不识抬举，徐臭老板，快去！去不去？我你去不去？侬起啊！侬起！起来，快去！ 起来！你给我去厕所！小女鬼，侬疯了！把那条黄鱼还给宋大人。怎样？收捕大人，林雪叫张王他们送来。不行，2根金条，不行。行，常爷的面子还是要给。这个叫常爷的中年男人救了我。 可我并不知道，他就是吼一声可以让上海滩抖三抖的上海王。居然有上海王，又得罪了宋守备。嗯，他那个脚啊，难看到那副样子，命里啊该走出宫当马桶，上不了平潭，一口上海本地土腔。这个小姑娘啊，哪能了得哦！ 行了，别让人家小丫头撒气了，把鞋穿上吧。也就是我，可怜她是一个孤儿。上呀，侬看看，1人不大，哪哪都不小。叫侬说紧点，侬又松开了。我想进来给啥人看啊？ 吓死人！吓死人！去去去，调一副新手来吧。去啊！慢！这个清官人我要了。上爷啊，侬英勇一世，现在看上了一个大脚丫头，会让整个上海滩看笑话的。我这么多的丫头，哪一个不比她强啊？我喜欢这双大脚，哎，就凭她敢咬我啊，还敢不从那狗官，我喜欢。嗓丫，你想要个丫头还不容易？我送给你算了，分文不起。那。 我可是认真的，你这光面子话得兑现啊！啥呀？侬开心就打回去吧，多一个丫头服侍侬这么多的偏房啊！不，就放到你这儿。啥呀？啥事情都有个上下之分，这乱了规矩啊，不来塞啊！ 可以，没事体啊。常言，你想要啥就啥。我不是女儿嘞。侬这个马头生活下头，不识抬举。哎，那你是愿意呢，还是不愿意？听着吧，快点！真是一步登天，当心点，不要拐弯的。小姐，侬个账单。侬看人家小月桂进门没几天，就爬到我头上来了。好啊。他们也多时间了。上爷保侬平安到上海，最近身体不大好。 还请王先生再等几天。老板，来碗馄饨。唐飞月，今天晚上你是插翅难逃。快跑！ 老七呢？把送手来，做他了。树欲静而风不止啊！他们这是让我出招。师爷，你怎么看？洪门的七爷死了，常立雄更有理由不见我。到这个时候了，洪门还没有一点动静。诸位，当断不断，必有后乱。据说他最近迷上了一个一品楼的姑娘。哦，是什么样的女人，能让常立雄动了凡心啊？鬼狐狗。 我最欢喜了，我也老欢喜吃个。小姐，你阿妈什么戏啊？真好看。小佳呢？小佳，走吧，小佳。上爷，没当中。那我常某与枪无缘。咱还真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人呀。嗯，常爷，嗯，出大事了，小月桂给绑了。哪有自杀？先生，我是洪门常来用的女人。哼哼，刚过了2天，你就是他的女人。 说，他睡了你没有？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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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了！我你个长力熊！我要你好看！我的女人，她也敢睡！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黄佩玉，她洋派十足，戴着黑色的眼镜儿，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她一把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很软很凉，却把我拽得很紧，很疼。 常爷，是迭位先生救了我。在下黄佩玉，是为送月桂小姐而来。人我已经送到常爷手里了，在下告辞。常爷，恕黄某不请而来之罪，请受我一拜。 常爷万万不可，不能坏了规矩。不请自到，借势登门，你已经坏了规矩。这一拜，正好补上这一缺憾，顺水谢你人情。送客。 月呀，多少嘞？又白了的，我说了你哟。Will you marry me? I am serious. You're serious. But do you know who I am? I'm the queen of Shanghai. I will never marry a white devil. 理想走错为我引，今日是丈夫出门迎宾客，当对不起，妹妹叫来，阿拉娘也是只大姐。 我是普通人。阿姐啊，侬婚礼都还来了吧？进来。吃了你，嗯，记牢上一嘅原因，啥人也碰不得噶。阿姐啊，侬姆妈前个记得告诉我，那也是个外国叔叔，侬迭个失踪的身份啊。 对侬将来后门的先生，还是大大的阻碍哦。哎呀，我要上月的来了啦！你看到我上月了。长腿熊在哪儿？ 说，快说，都没底给。不怕，我啥人侪不怕。我一直没过来，你不问问？侬回来，一定是有事体。我小女子还是撑得住气的角色啊。 放心，从今往后，我天天来。阿姐。 大爷，全部侪弄清爽了。这个杀手是青龙会收牢女的手下，也是凶手辈的暗探。家属，家属，子弹取出来了，失血过多，病人还在昏迷中。上爷，这个小娃子命硬，是菩萨派到侬身边来的。传出消息去，就说我已经被刺中，我得让他们高兴一阵子。结束了，上爷，看上去伊拉是被你出手啊！ 啥？啥我说？小姐，是江湖人来了，江湖人来了吗？ 这次啊，洪门一定是效犬马之力。请。开门！开门！这还是神呀！姑娘，从这边叫我来接侬。清蒸熊掌，请。哼！宋大人，长夜借你一条命，我们随时可以取回。告诉长夜，明天正午万盛园见。这就叫梅花阵，一呼百应。 今晚上海滩的风声鹤唳，皆因你而起。都看清楚了，这是你们松江府的手牌，你谋杀我的证据，你血口喷人。常爷，听老朽一声劝吧。 不要和同盟会那些这个黄某人等等混在一起，他可是个危险人物。这些天，洪门做的这些事，与同盟会无关，皆因在座的各位，才逼得我刮起了上海滩的血雨腥风。啊，今天你们大家还能坐在这里。 与我常立雄说上话，着实要感谢一个人，请常爷明示。一名女子，是她替我挡住了那颗子弹，惭愧。好在她还活着，不然。 洪门定要灭你们三代。是战，是和，你们拿主意。 我看四方弹指八方离，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今朝大谈大人拉个台面，哈，恭敬不如从命吧！啊，老朽有福啊！今天就给各路大人敬茶。 在过。来，请，来，好，乖乖啊！好，叶姓黄的遵命。 侯门进门的规矩很严格，一招错，恐怕连你的命都难保。此次洪门必定摆查。老大指示，如有必要，运动山主，不如坐取山堂。报告守备大人，发现黄佩玉了。 领乡人作甚？投奔梁山。为何投奔？结仁结义，40年来家国，3000里地山河。起星阵，没想到真派上了用场。王先生救过我，我不能看他死。 妙计，这插阵破得漂亮。常爷，奉智公堂五爷之命，前来与常爷结盟，境界一定。嗯。几道锁了？谁到了？洪门要光大，今后定要靠你这种学贯中西的通才。蒙你老错爱。告诉鬼堂大爷，我这一腔热血卖给石货家。 洪门之振兴，在此一举。兴汉灭秦，国家共和。怎样？往西赏个车夫不领主他了。走，满门。满门敢与你？冲出去！记住，保护好黄先生。好。咋样？当心啊！ 咋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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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一起冲出来保护咋样？快点，快点！冲出去哦，冲出去保护咋样？快走走！来菜，长林上我车。 老天命！出！没想到吧？他们敢开枪，你也没命。常爷，我今天啊，只要姓黄的，不管他是死是活，我都得带回去。恐怕不行。把枪都放下。好吧。只要你们赢得了我，就放你一条生路。好。 为什么？贞洁，你知道为什么？ 想要就想自谋个清掉，小海龟，你要好好活。警察，我找到了。阿七来了。搜，都给我上上下下都搜，把这些革命党人的残渣余孽都给我搜出来。楼上奶奶的老不死，你到底是奶奶的老不死？你这个婊子！妈，你个老不死，让我的好死啊！把两个贱人给抓了。放开我！上！这什么人？放开他！放肆！让开！她是我太太。你是她的女人？给我死啊！她是我的外人。Sir, please understand. This is the public concession. 1/5 of this house is inside the concession. I too am performing my duty. Now take your soldiers and get out. 他说的什么呀？他说啊，这个房子有1/5的地方都在这个猪街上呢。我大清帝国的土地，不是谁想分一块就分一块的。来人呐！在。给我1尺尺的丈量。You want to war？ 量，1尺1尺的量。在。去阳背着我，闯了大祸。于其阳，你已经犯了杀人罪，请你坦白，你为何要杀道台大人？你的同谋是谁？你听明白了吗？他是个狗官，罪该万死。要杀要剐随便。 大胆！疯子来了！来，阿七，阿七，就这个，来，打住，进来，快点！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阿七，后来听说是黄培玉托洋人救了他的命。 我也离开了一品楼，回到浦东川沙乡下。阿姐啊，今朝既是为侬接风，也是为侬送行。上海滩侬是蹲不下去了，明朝就到东阳去。啊，洪门不能群龙无首啊。黄爷爷是洪家子弟，三江五湖。 同门同宗，如今上海洪门这个局面，也只有黄先生能够撑住。这上爷有遗嘱啊？上爷走得突然，没留下来遗嘱。不过伊个意思，我儿才晓得个。我儿是啥人啊？黄先生，我新台玉，他小玉官。 连小玉官都晓得了，我是门中老三，介大个事体，我哪能晓得？黄爷，请万勿推辞。黄爷，阿七的命是黄爷给的。老爷，黄爷，王爷，谢洪门众兄弟。 裴玉兄啊，你干得太漂亮了！从此以后，我们有了鸿门之势，起义已成大半了。嗯。あなたは羊の皮をかぶった狼だ。那，你就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了。Today, we celebrate the birthday of a very beautiful daughter, Lily. 今天是我们美丽的女儿丽丽的10岁生日，谢谢大家来和我们一起庆祝。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罗公子，于老板，大水冲了龙王庙啊！求你们了，到此了，到此为止吧！啊，都是自家人，好说好商量。于老板，幸会了，后会有期。于先生念旧情来给我捧场。 还惹了麻烦。前几天我只是路过，看到这个名字小月桂，我就想会不会是你？没错，是我。你还好吗？好啊，我刚刚从东阳回来，我一直在打听你。最后一次见你是在租界法院门口，你被拉上一辆马车。 10年，那全是三爷他们弄的。侬晓得刚刚侬打的是啥人啊？一个不懂规矩的无赖，我替伊拉要教训你。他爹是上海顾经史，吴将军。爸爸，叔公，爸。 爸爸，这次你一定要给我做主！来，大哥来，来。走，是祁阳来了。三姨太，佩玉在里面呢。啊，走。皇爷。 出事儿？什么了不起的事儿？我打了上海护军使的卢大公子。所为何事？为了小月桂，他无理动手在先，所以被我打了。小月桂 ，Gentlemen, the plan is to buy all of the vacant land over here, as well as the suburbs east of Jing'an Temple. The lowest possible. Cassia. Fire.《肖老板，王先生，你有恩于我。10年前，我破茶阵时你救我的那个眼神，我一直都记得。肖老板，小月桂，我找了你很久了。 您是鸿门山主，宫董菊花洞，上海王。我只是一个戏子，你找我做什么？你是上海王的女人，以前是，现在还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成为上海王的女人。黄佩玉说，她要像长夜那样保护我。她悄悄地偿还了我所有的债务，把戏班从小东门请到了仙师大戏院。她还说，本地滩皇与金昆的一曲有文明气息，她要扶持，首先要有一个叫得响的名字。我说，昆曲高贵。 上海的戏就叫身曲，从此，上海滩有了身曲，有了身曲王后小月桂。Mr. Wang, you really have made Cassia of the Yipina Bordello into an idol. Lord Chang, although in the other world, must be very grateful to you. Been proven. How about the land of Jing'an Temple? Do you want to work with us as usual? Of course. Of course. Good. Jensen is here. What does he want? but I do have to discuss these matters with my partners first. Thank you. I'm not a patient person. 2 days, 48 hours. How's that? I see. Sure. 那姓黄的怎么处处跟我作对？你看，我喜欢陆香兰，他娶了；我捧小月桂，他夺了。这口气我非出不可。我们封住了他们的水路运输，姓黄的财路是被我们断了。用不了几天，他会乖乖的求我们。 护灵啊！谁呀？卢克！你俩了，接彩了嘞！好，趴倒！快跑！为什么对声曲感兴趣？声曲年轻，我们可以把声曲做成一个充满时代感的剧种，有别于京戏和昆曲。我留洋归来，今年刚毕业。所青上啊，是鲁江郡主啊。是边和党。塔塔琴。 今晚，好，你去通知工部局巡捕房和警务总局，不许走漏风声。那批货找到了，进入租界前把他拦下来。 是我一个女人，我要防的是全上海的女人。我眼看到你这个样子，我认为你在撕她的脸，撕她脸的人是你，而我要撕你的脸！对不起，他妈的给脸不要脸！阿奇，嗯，去安排那个小贱人信任他那老相好。爸，那批鸦片今天晚上就能脱手了。租界地盘是黄飞玉的管辖。 我会在美国俱乐部坐镇的，千万不可大意呀！放心吧，爸，我要小月桂。你要她干什么？我要娶她。你说什么？我要娶她为妻。你敢？爸，她小月桂是什么人？ 不就是一个戏子吗？你爱惜配！你能娶得动她？我能。你的死期不远了。萨雷拉，跟我。 拉了吗？好，快点，快点！慢。哦。 What? Chinese section, Shandongland. Come on, fast, fast. 好，好吧。Damn！ 王爷，清爽了，坐下来一起吃吧。够了。这对狗男女，我第一次干这么不清爽的事儿。你先回去休息吧，好好睡一觉，下午再来办公室。你们把谁做掉了？卢香兰和卢公子。 黄佩玉，再怎么样也不至于是死罪。你不清爽，在上海滩想立足，双手不沾血，可能吗？那是清教徒的理想。你们两个是我最信任的人，我告诉你们，我时日不多了。 外面所有的枪口已经指向我，我已经成了他们的靶子。上海滩的男人们，真的都要以杀人和被杀来证实自己，获取一切吗？长野也说过，杀无赦。可上海滩真的只有靠杀人来解决一切吗？大公子的事令人心碎啊。 讨袁，讨袁，把我的儿子都赔上了。明天我要带兵包围工部局，抓了那个姓黄的。那就有可能是国际事件，洋人是不会答应的。那就没有其他办法了。我们已经有了新的方案。 跟踪，不要回头。他为什么要躲我？他是在躲我，怕我告诉金黛玉。真是一物降一物。上海已经在你脚下。谢谢。是我在你的脚下吧？肯定吗 ？Sure。 下手吧。相信我，没事。Mr. Jensen, 48 hours I expired. Are you threatening me? No. Just a friendly reminder. Bye. Get on. Yeah, coincidence to see you here. What's wrong? You seem distressed. Everyone says that he's Lord of Shanghai. It was so cheap. What's wrong? Theater needs 2005 silver dollars. A lot of things. But Katia, I can lend you the money. As the old Chinese saying goes, you share the suffering as well as the joy. I just like to think of me as an old friend. So kind. Let's go get that money for you. Miss Xiao, Cassia, You really look like Madame Shinada, most enticing. You are even more beautiful than she ever was. My God, you are the most beautiful creature this city has ever seen. You really want to make a deal? In Shanghai, everything is a deal. Come to Papa, darling. What's going on here? Mr. Jensen, you are a brave man. What do you want? What do you want? That's exactly what I want to ask you. What are you doing with my woman? Take her out of here. Listen, the place at the Jian Temple is mine now. And if I do not agree, you can disagree. Achi. Which one will it be, Mr. Jensen? Bastard. You know, I just love it when you use that word. All right. I'll cooperate. Let's do business. Sign it. General Liu, Huang Peiyu is seizing all of the land at Jingan Temple. Wait right there. I will send someone to pick you up. All right. Jensen's dead. Murdered. 2 shots to the chest.为什么要杀 Jensen？ 他不是签了合同吗？我不会杀 Jensen。我只要进来死的那块地。那是谁想杀的？ 是有人想借刀杀人，杀我。小孩子受不了这样的刺激，送到松江去了。白玉兄，听说Jensen的死和你有关，这个给你。你这是做什么？我想让李丽回到我身边。你是最后一个和她见面的人，你还逼她签了份合同。你知道的还不少。 最后一个和他见面的是那个杀手，最后和他通话的人就是幕后主使。我还是想让丽丽回来，她现在需要我。我懂，可不是现在。你跟吴将军不一直对静安寺的那块地有兴趣吗？我听说汤普森已经开始调查了。 正在看杰森死前的最后通话记录呢。杰森死在什么人的手里，我心里有数。苍蝇死了，现在杰森也死了。你晓得下一个会是谁吗？ 给你设计，抓活的！王飞玉，快点出来！这次凶多吉少了，连累你了。听天由命吧。小老板，你是我的客人，黄佩玉是我的敌人。您跟他有什么样的仇？为什么非要置他于死地？等天一亮，黄佩玉必死。思雅，思雅，思雅，农客。 快救皇爷！小妖怪，宋将军干的。睡吧。你来了。你是做大事儿的人。是啊，做大事的人都想好好睡一觉。等天亮，等天亮，我陪着你。死我不怕，这么多年太累了。 月桂啊，只有你在我身边的时候，我才有活的感觉。不许哭啊！ 他们是一定要杀死我的，只有把我杀了，他们才能在上海呼风唤雨，就像当年杀长野一样，取而代之。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只有一个人，就是长野。 你没有什么对不起他，他是为我而死的，不是。公布局警察所 ，please。哦，辛老板，小夜鬼出事体了。喂，什么什么放人？华董什么？国际公约？什么？我杀你先生！哎 ，Good luck follows narrow escape. I'd rather die。今天我答应你，可以把女儿还给你，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一个条件。什么条件？立刻送走。宋丽丽去外国的寺庙，不能流露半点风声。知道了。你长大了。 丽丽，你要记牢，从今天起，你就改回你的真姓，叫常丽丽。你的生父是常立雄，你的生母是小月桂。他头上你们也敢撒野？赶快给我还人！上海滩敢做这件事情的人是数得过来的，2天之内给我查出谁干的，恐怕等不到2天，人就被做了。快报了！快报了！桑成明被收为尾部航空了。This whole situation could put us in a spot of bother. Have you seen this? Of course we've seen it. He needs to contain it. It can't carry on. Unbelievable. Morning. Mr. Huang. As a Chinese chairman of 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 you cannot make ransom payments, even if you are trying to arrest them. I'll give you 1 day, otherwise you'll lose the ticket. Huang 老板恐怕在上海滩就没面子。 钱我可以给你们，但是你们不能告诉任何人。明天你要亲自送。今何時だ？まだなか煙でください。怎么样，看清楚了吗？真的没别人失业，就一个人而已，好像是小月桂。护具戴好了吗？啊，这事儿终于快有个了结了。欢迎。 你们都在这儿等我啊！千万别骂我出来。最后一步了，不能有任何差错。他是为我而死的，而我却参与了谋杀。这剑要交给能保护你的人，小心虎没有。 是谁？黄佩玉，是他亲口告诉我的。我要你取而代之。陈月桂，陈月桂。 我没想到黄佩玉真的迈出了这一步，她死了，她以死了却了心灵之爱，我也完成了对长夜的承诺，可心底里却是一片悲凉。长夜是一代英豪，却死于非命。黄爷接管我们，在租界闯出一片天地。 命运弄人，把一个大脚丫头和两代上海王联系在一起。我开始明白情和义，却也看到了杀戮、黑暗和血腥。此时黄浦江一片血红，今后洪门走向何方？ 谁又会是下一个上海王？